嘿，灵巧手。Hello， 我在这儿呢。大家想看看你还有什么绝活儿？没问题，我的技能可不止一点点，是一点点哦。灵巧手为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强大支持，能够完成智能分拣、精确识别定位物体、执行泛化抓取任务，在汽车工厂中的应用尤为出色。 通过强化学习算法，灵巧手助力机器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复杂操作，在陌生环境稳定行走，适应多样化的训练任务，将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。灵巧手为 3C 制造工厂的机器人提供了关键支持，在动态货物搬运、流水线作业、扫码贴签中展现了出色的灵活性和操作能力，确保在复杂制造环境中的高精度和可靠性。 搭载灵巧手的机器人可应对家庭服务、金融、政府服务、危险场景、快递服务等多种复杂任务，展现了灵巧手多功能多场景的应用潜力。灵巧手与仿生机器人相结合，在变电站内执行多种精细化操作，如设备检查、开关操作、故障检测等，显著提升了自动化和安全性。一点技能无限突破。